每年中秋，大量的柚子吃到会怕是吗？今年中秋就吃泡芙吧。来自北海道的 CROQUAN DCHOZAKU 棒棒泡芙。这次推出台湾独家甜柚奇祥两种口味，使用香味馥郁的高脂产柚子，进口糖渍柚子皮，12/8到30/9期间限定上市。北海道品牌 ZAKU 独创棒棒泡芙，三大特色分别为现点现灌卡士达酱，酥脆浓的三重奇妙口感，不沾手的独特棒棒造型。 ZAKU 严选北海道产原料制作泡芙本体，直送来台，每日店铺现烤，内馅则选用台湾小农 100% 纯净优质鲜乳，现场打出丝绸般滑顺的卡士达酱，在拥有高人气，登台后也造成热潮。高脂香柚棒棒泡芙，在卡士达酱中加入高脂现产金黄香柚汁，温润芬芳的香气为整体风味提升到另一个层次。灌入现烤棒棒泡芙中，甘甜顺口的雅致果香与酥脆香浓饼皮，甘美余韵在口中绽放。中秋必吃香柚巧可棒棒泡芙，严选法国高级品牌，有巧克力界的爱马仕美誉的法芙娜 Verona 40% 白巧克力，均匀淋在原味泡芙上，再以酸甜可口的进口糖渍柚子皮点缀，打造浓滑顺口又清香的多层次风味。新品上市期间， ZAKU 特别与第一畅销面膜品牌 Lululun 合作，购买组合六入柚子系列及黑系列原味棒棒泡芙各二，加赠 Lululun Premium 北海道限定面膜一片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。这次新品只在微风台北车站店、高雄汉神巨蛋店两间门市限定上市。柚子口味的泡芙一定好吃的啊！中秋节柚子泡芙吃起来。